的。真侪人咧做囡仔时阵哦，若准备较有诶演歌戏，拢会走去戏班后台偷袭。对演员诶西装打扮哦，嘛拢真好奇。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因头壳顶哦，叮叮咚咚诶头叉，其实是有历史诶演变，嘛对时代诶改变哦，咱做伙来了解。深闺诶女子绣房织，我严格来毋敢。叹红杯。已经退休十多年的歌戏演员郭金兰，讲到做戏的光景，也是三工讲袂煞。伊经过歌戏上青影时代，戏人内面有真侪宝贝。较早演古册戏的时阵，拢爱白古装大头。古装大头形体虽然是对中国京剧模仿来的，不过经过台湾在地化了后，又演变出家己的特色。这古装大头的配件有梅花、粉鸟、冰凤、三盏爷。四只鸭、寿鸡、芭蕉扇、金贡腿、夜光花、边仔花、蜜菇掌等基本配件。其中寿鸡加四角形的梅花是台湾歌戏的特色。梅花嘛，高级的，这部大部分做小段拢高级啊。这七支啊边啊，这边啊就高级。对着时代演变，歌戏的装扮形态也对着流行，也加古装大头改做模仿电视古装的古装头。利用假头毛贴头毛丸，不管是插竹啊，或者是戴皇冠，都会当变化出无同款的造型。大头，因为伊的技术性较大，然后你若讲热天的时阵，你家绑落去，即卖少年人较无爱绑大头，就是会流汗，伊会感觉足艰苦啊。绑大头，伊的竹啊插足侪，感觉足重的，啊，规个拢缠耳啊，拢包起来的时阵，伊会感觉讲无听到人咧讲话。而且嘛，足压杂个，头套就是唔免像大头安尼，一块一块一定爱交底安尼落去量。伊个造型是无啥共款，啊，若头套就是戴起哩就好啊。其实就是讲较轻松啦。我戏个文化背书大海接受每一条客流共款，唔呐保留故事内面个忠厚节气，也吸收着时代潮流。唔呐有北管、南管、高架戏、京剧个元素以外，也有一本保通个风格伫内面。庙口闹热演出，展现台湾人有北长包容差异的精神。记者郑家豪台北彰化报道。